范冰冰与李晨分手了，这对曾经从刚开始被大众不看好，到最后大家对这对恋人的未来充满信心时高调官宣分手。我们不再是我们，我们依然是我们，这话说的文艺却也伤感。6月29日，范冰冰在参加完读书会活动后现身某美容机构做美容，当时范冰冰一袭宽松长裙，头顶八角帽，手拿卡通手机壳，少女心满满。虽然她被助理保护，但仍有不少粉丝前来求签名，甚至紧追不舍到座驾旁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